你想问的啊，如果说您邀请何洁来参演您的电影，您要对她进行形象的颠覆，您会往哪个方面颠覆呢？我觉得她特别难颠覆，因为她很漂亮。就难，漂亮到没有办对，法颠覆。她就从来都漂亮，现在虽然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很漂亮。哇，就是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，但是让你的每一条鱼尾纹都会演戏了。对对对对，有他的滋润嘛。哇，所以就是您替他变老，他依然那么美丽，对，依然是女神。哇，好幸福啊！真的，我被塞了满满的一嘴狗粮。好。